哎呀，实在是太浪漫了！没想到周尔文情感细胞一上线，竟然这么会谈恋爱。你知道吗？他竟然让全校的学生都知道他在追李楠恩，这也太帅了吧！楠恩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。周勇不像会做这种事儿的人，是不是？你也没想到吧？但这就真真实实的发生了。怎么这么帅啊？不是你散播的八卦。喂。我在你眼里就是这么爱八卦的人吗？哎，我还没看完呢，你着什么急啊？这一页你都看了快十分钟了。别说话，我一旦被打扰，我就要从第一行重新开始看。明明是你自己。那我还得告诉你，强吻这招，强吻李楠这招，还是我教周尔文的。你也就只会这一招了。那你看人家周尔文招数那么多，周尔文都会听我讲的，我周也坚持不了多久。什么意思？